荣老师，师母，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谢谢。非常欢迎各位在主日的下午，那圣别了时间到现场来和我们启龙组一起要度过接下来的温馨时光。时间其实过得很快哈。今年好像是宇宙光的这样的一个第38年，那我们百人大合唱也在上个礼拜开学，堂堂迈入了第17个年头。那我们启龙组非常荣幸的在新年度的开始，在扩大温馨演唱会的第一次就由我们启龙组来接第一棒，我们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要把今天的演唱会，如果要定一个主题的话，我自己觉得可以把这个演唱会命名叫做爱情啊。如果您注意听我们的10首歌曲，你会发觉几乎大多数的曲子都是在颂赞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的爱我们，我们又是如何的爱主。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演唱会的主题可以说是爱情。我自己以前常常会想说，宇宙间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东西啊？什么才是永恒？我常常会想这个问题。那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容易就找到了答案，就是神对人的爱才是永恒的。神圣罗曼史讲神是多么的爱人，用我们心腹的一个角色来讲到良人啊，我们就献给大家这个神圣罗曼史。在我们的墙壁上，我们也打出了非常漂亮的 PowerPoint， 有歌词可以来对照，请大家欣赏。好，我们就希望各位的掌声揭开我们音乐会的序幕，谢谢大家。
神圣罗曼史是由一位美国的弟兄他的作词作曲，一个叫做 Howard 霍华弟兄，他了解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诗歌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强，他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听了一首令他感动的诗歌或者令他享受的诗歌才走进教会的，所以他后来就致力于创作写诗歌作曲啊，那这一首《神圣罗曼史》就是他非常有名的代表作，他一生他的每一首歌都在见证他是多么的爱主，主是多么的爱他。